在题目为未来十年哪个国家将引领全球财富增长的文章中，援引了全球财富情报公司新世界财富和著名投资移民咨询公司亨氏顾问公司的研究成果，肯定未来十年越南将成为财富增长最多的国家。这一令人兴奋的增长得益于越南转型为世界制造中心的趋势，预计未来十年资产积累速度将增加 125%。 以此增长率，不仅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增长较高，越南百万富翁的数量也将大幅增加，同时继续成为国际投资商的首选目的地。文章作者引用了麦肯锡公司的分析称，越南拥有与中国接壤靠近重要海上贸易路线的战略地理位置，劳动力成本低廉和基础设施利于出口。在谈到外国直接投资时，文章指出越南已成为对投资者有吸引力的目的地。2023年比2022年增长 32%， 达366亿越盾。外国直接投资是越南经济增长的重要动力。